有时间做个红烧，今天简单的水煮一个。出锅了，换了一锅，那锅点小了，出锅了。出锅了，大头，开始。出锅了，原味的啊。一个黄的，一个红的，再来个黄的吧。这个鱼皮，哦，哇，太过瘾了。嗯，有点腥。嗯，今天来一个生香发财蟹啊！很长时间没有来生香发财蟹了。见发财蟹双击扣八的老铁，2020年必须发发发！天气热，它活力也比较大。哎呦我天哪！发财干啥呀？哇塞！哎呀！上点啤酒哈！哎呀！啊！来点啤酒啊！发财干啥呀？香一香！我喷了我一脸。666啊！我下次没开吃啊，先这一下。最火撸串来了。走，不拿盒，不拿盒，不是拿盒，不拿盒。一个大海螺啊，我的妈，这个海螺真的花的巨资，超大个，看到吗，我的手一样大，大巨螺。哇天哪，来上一个尝尝啊。哎呦，看肉肥不肥，大不大。哇哦，黄千万别掉，就折这点黄了。哦，哇塞，看到没有，完美。嗯，香，这个视频一定要给个双击啊。太香了，起干。哎，发财蟹正在腌制当中啊。来一个，我的妈呀，活蹦乱跳的，我的妈呀，吓死了。有没有不动的？都是动的。生枪一个超大老虎虾，如果我能吸成功，给我来个双击啊！吸不成我就不要了。哎呦我的妈，再吸一个啊！今天，我的天哪！哎呦我的妈呀，这个怎么那么黑呢？这个虾线，好，再吸一个啊！我能不能吸成功？